由不是八十年代，这么放心的爱，还穿起身中安守家中等候来电，等他爱。礼拜六为何难放胆走得开？何解又怕又期待，进入不安的爱，男生真懂事，不懂分析，他的甜友很可爱。谁就渴望爱情，有没有害？十分之喜欢等不等于爱？没有谁挂住某君，怎么看这眼袋？六十四寸半，犹豫怎么去爱？为何男孩情愿抛低女朋友，同全老友通宵打几笔恋爱？为何男孩平日的讨厌习惯，是我放我会戒到后来说句抱歉，没有得改。又不是八十年代，这么放心的爱，还穿起身中安守家中等候来电，等他爱。礼拜六为何难放胆走得开？何解又怕又期待，做了不安的爱，男生只懂细不懂分析，他的电邮很可爱。要对付顽童瞒到底，要几多爱？有暗示，是否可拣他指引他得意？到家后四十寸腰，是否可推迟？被骗了两次，又算否羞耻？为何男孩凡事都依靠伴侣，要食眼去哪里都不出主意？为何男孩全部都粗鲁大意？连换了四五百个造型，只发觉我换了新意。確實真係唔容易啊！嚇，呢首歌本身九個人唱嘅，咁啊，然之後咧再歌再舞，我覺得最難係咩咧？呢首歌應該係2002年，你幾年出世咧？我2006出世。啊，我覺得聽到你唱嘅時候咧，感覺到青春嘅魅力。不過就要問一問咧，譚生、李生有咩意見俾佢？我覺得真係好喎，好睇咯，青春無敵，同埋喺台又唱得又跳得呢啲。好難揾到啦，而家已經咁啊！先啊，問咗 Eric Kwok 先啦。我覺得 Yumi 係揀啱歌啦，即係呢一種歌會 show 到你最強嘅，咁嚟比賽就最好啦。好啦 ，Thank you。揾啲 harsh 少少先，伍仲衡。我唔係好 harsh 嘅啫，你個樣係 harsh 㗎。我覺得好睇啊，但係唔夠好聽。我覺得你唔係好唱到歌詞裡面，你好期盼一種愛情啦。同埋唔夠開心啊！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係你要再多少少聲音上面將開心嗰樣嘢感染俾人咯。但係都做得好好。佢臨尾補翻，佢做得好，其實都 harsh 嘅佢啊。